上街，咱的领队以及咱的执事人员，各位就班辛苦，这次上来，我咱大家非常的辛苦，其他四组咱是下个来担任着咱全国服务的这个神圣的任务。那么，四天来在此是代表着咱的最珍贵关怀。非常感谢咱安排一些咱的领队，以及是咱的执事人员，各位教官先生，这时间来，予咱大家非常的辛苦，真多啦，真感谢来自台湾，再来并代表着咱的谢阵委员会，以及十二万分的谢意，感谢各位。时间来，我咱大家辛苦，感谢谢谢，尤其是大家这里呐踊跃，这里呐虔诚，在伫咧插入咱当当地咱的八年一个的这个条件平安谢谢，非常的感谢啊！有咱各位侨班先生，大家拢来自国内外，甚至有诶伫北部上班也好咯，大家。用来呼吸着伊辛苦边的这个工作，另外合乎伊咱这个非常尊敬的这个行列，而且甲咱大家各一声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感谢感谢。
传，各地有关的乡亲，一起上来，我们大家非常的辛苦。来自未来新代表着咱的谢建委员会，啊，要咱大家讲一声，谢谢大家辛苦，非常的感谢。Thank you.